飙三调的五报清弹，然后吟完之后再来吟一首就是三雕岭歌七章，就李逢石的这样。拍手，别的不好啊，就请多包涵这样。好把清弹，清弹，你以饮其得者，主干别主有乾坤，红色林溪，明河顿，诗经。在双溪乡志里面啊，就是虎豹潭的那个地景诗啊，就是采用他这一首诗这样。他的诗词意境就是说，虎豹清潭，然后是一个潭啊，就此间别自有乾坤，就说这虎豹潭是一个很美的地方，就好像是就是很漂亮的乾坤，就天地一个天地这样。风势临溪猛虎蹲，就那个刚刚大家看到那个潭嘛，那个很大，然后那个山也很高，就然后临溪啊，就一只虎蹲在那个湖这个河上面这样的，然后这个潭哦，第三句说四境清潭横峡口，这个清潭就横在这个峡谷两面都是山啊，就好像一面镜子就在那个河。讲那条河这样，再来就描述山，说如凭峭壁锁山门，就说萧山门，就那个山壁看来就好像一整片的，而且好像一面山门，然后一片山就是他们一个门啊，两片门这样子。人心叹甚萧长巷，就大家就很快乐的来到这边来探名幽探甚，然后消暑这样。我欲寻幽访远村，那个我们来，就像我今天来到这个很远的山村来寻幽这样。不愧双溪名八景，天开福地辟桃源，就说这个地方就好像是桃源谷这样。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诗写的真的蛮好的，对啊，就是在这里能够吟他的诗，我觉得蛮光荣的，对。